OK 啊，刚才我讲哦 ，OK， 我该讲的东西是啊，我在 end 之前啊，哈，我讲这个你不一定要写到完这样的 ，OK， 你只讲他的成长是什么，然后你空一行，哎，就是一行就可以了，一格啦。我的意思是，哦，就是写观察就可以了 ，OK， 考试的时候啊，哈，说他缺乏了什么东西啊，可能你只是这样两格罢了。哦，因为你一个是完整的，一个是缺 nitrogen 的，比如说，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个完整的，他问你它功能是什么，你记得要写什么吗？大家为什么会要做这个 set A 呢？比如说如果它是 A 啦，啊，为什么要放一个完整的在那边？我们要来做对比，对不对？ S control experiment 啊，对吗？啊， sebagai experiment kawalan，就这样罢了，拿来做对比的。OK，inference、okay, 哦，在这种题目，这个我写不到啊。OK， 说、so, 什么是 inference 啊？你可以做笔记，如果你要什么是 inference， 你就先写观察先。OK， 啊，这个可以写，因为 A 是完整的那个。来来来，看啊，啊，这个我带着你写一点。So inference 是什么呢？叫推断，推断是解释你的观察。比如说啊 ，A。这里其实没有写 ABCD 啦，把我们当着 A 就是完整的那个 ,BCD 就是缺乏了的那个啦。说 A 哦，它成长到很健康，对吗？ Inference 是什么？你讲 A 成长到很健康，因为它有完整的养分，就是这样罢了。所以先写观察，我跟你讲啊，什么是 inference 啊？写你的观察出来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啦。观察，诶，怎么不会跳了啊？然后可然呢？英文哦，你用 because， 然后你接着去解释为什么，你解释那个观察，用科学的东西来解释，用你学的那一课的东西去解释。说、so, 好像哦，我们 try 一下 boiling tube A 啊 ，double D D A， OK， 这里我其实没有答案的吧，我可以教你写一个方法。说、so, 这个是他的观察是怎样哦，全部都很健康成长，对不对？成长到很正常啦，哈。Pertumbuhan normal, OK, 还是 sehat, 还是怎样啦哈？可然呢？你后面的东西就是 inference 了，知道吗？其实现在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写到 inference 啊，这只是一个方法帮我们回答 inference 啊。所以你先写观察先，有时候它题目会分两题出来的，它先叫你写观察第一题。第二题他问你 inference， 哈，你就不用重写这个了，你直接进入重点了。如果他没有问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帮助你啊，你先写观察，然后你写因为怎样，因为 mempunyai nutrient yang lengkap 咯 ，OK， 什么 nutrient yang lengkap 啦哈，什么 nutrient yang lengkap， 这没有的解释了啊，对不对？我要用我的科学，我学过的东西解释，就是这样罢了啊。哦 ，the growthof the plant is normal, is healthy, 等等等等都可以 ，because it has all the complete， 也不用啊 ，sorry 啊 ，all 就是 complete 哦，英文有时我没办法接受 ，it has the complete nutrient, it has complete nutrient 就可以了 ，OK, B C D。我们也来写一写 ，OK？ Pertumbuhan terbantu， 受阻啊，有问题啊 ，OK？ 如果是它是叶子有问题，还是根有问题，还是怎样啦、啊？你也可以专门去写那个。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观察，我们只讲terbantu吧 ，OK？ Kerana kekurangan 一些东西咯 ，macronutrient 咯，对吗？啊 ，kekurangan 什么 nutrient 咯？kekurangan nitrogen, okay, 我们讲 kekurangan macronutrient, 看你当时写的是什么东西啊，是哪一种 macronutrient 啊 ,okay, the growth of the plants are stunted, 啊，因为我写 plant 是因为这里有 BCD 三个一起啊 ,okay, because there are deficiency in
deficiency of macronutrients. Okay, sorry, and because of the deficiency. Macronutrients, okay. 所以呢, 植物需要养分啊, huh? Nutrients, macronutrients, 你看到使用什么了, huh? Nutrients. Hypothesis is accepted. Memerlukan nutrient. Hypothesis diterima, 写一下. 这里你要看到如果你做的实验室 nitrogen, 你就讲植物需要 nitrogen. 你做的实验室 phosphorus, 你就写 phosphorus. 你要全部写完也可以啊，现在。 因为在这里我们 test 的是三个嘛, 你要全部写完也是可以。 如果你写的是三个啊，可以啊， OK? 因为这个实验是给我们看的，它是比较大众的，我们可以参考这一个来。 来回答的 OK 啊，我翻了啊，没有完，还没有完的，你可以跟我讲啊 OK 大家，这一个也是 Form 5 的重要 experiment 之一啊 OK 关于 rate of reaction kadar tindak balas 就是产生反应的速度，你记不记得有什么东西会影响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有什么东西？这是 Form 5 的，对不对？ 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化学反应的速度？这第几课都忘记了啊？第二课是 nutrition 哦。哦，这边有写的，其实，没有讲，六完难道是五六？看看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没有急着要完成啊，我只是要我们一起看他的那个什么吧？好像也不是这一课，难道是第五吗？ Carbon compounds 不是耶，第四，我记得是蛮前面的，对不对？哎呀呀，Yes， rate of reaction， 来，你可以翻一翻第四课啊，找一找一个重要的东西，有什么东西会影响 rate of reaction 啊？有什么东西会影响 Karatina Balasa 这一课？啊，这个是他常问的东西来的 ，OK， so。 rate of reaction Karatina Balas 是什么呢？它用多少时间来产生反应？哦，说时间一定是被除的那一个啊。OK， 它的比如说它产生反应，我们是用 gram 来计算的，它多少 gram 没有掉了啊？哦，我放零点三 gram 下去，等下变完了没有掉了啊？说它的那个。 改变就是0.3 gram 咯，除用了多少的时间，这样咯，所以就 GS 减一咯，一秒多少的 gram 会有改变，这样咯，是吗？等等的，所以可以用 GS 减一，可以用 CM3S 减一啊，CM3是空气的哈，空气或者是液体的体积，那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是比如说呢，可能它越来越多了，1.4 CM3S 减一，意思就讲哦，每一秒啊，它出1.4 CM3的空气。 也是讲这速度啊，对不对？说什么东西会影响速度？这五个东西大家记得吗？有印象吗？马来文的，尤其是啊，开一开啊，125面马来文的，来，我们讲一讲先啊，那个不要紧先那个 ，OK？ 第一个温度，因为 rate of reaction 啊 ，Karatina Balas 啊，其实它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温度才可以产生反应的，哦。 说大多，如果它的温度提高的话，速度也是会提高。你看你这几个句子啊，基本上呢，这个实验啊，会有五种实验，就是这五种，你可以用的 hypothesis 全部已经在这边了 ，hypothesis 还有 conclusion 都在这边了，五种。第一种，可能你在 test 温度，所以温度是怎样的嘞 ？OK， 它是温度越高，反应越快的。 So temperature of reactants, 马来文的 reactant 叫 bahan tindak balas, 对不对？材料温度提高 ，kadar tindak balas 就会提高。第二个，有没有催化剂 mungkin 对吗？这个是有还是没有罢了啊？没有讲多少的，全部人注意啊 ！OK，
presence of catalyst 就是有还是没有，可哈利兰 mungkin 对不对？有速度增加就是这样。When catalyst is used in a reaction, apabila mungkin hadir, 或者是 apabila mungkin digunakan, 它的 kadar di tindak lanjut 就会增加，不看它多少的，因为是不需要多的这个。OK, 下一个浓度肯定了吗？对不对？因为它会不会产生反应呢？其实是这样的哦，它会不会产生反应？比如说啊，蓝色一定要撞到红色，它才会产生反应。所以粒子是一直在动的，对不对？它们一直在动，可是如果它没有撞到，它是不会产生反应的。OK, 所以你用这个原理去看，你要想象我这个情况啊，如果撞到才有产生反应啊。OK, 如果这个红跟蓝，如果它温度增加，是不是动快一点？动快一点就更容易撞到咯。OK, 另一个啊，浓度就是很多啦，很多就更容易撞到，对不对？所以那个原理很简单，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reactants increases, 哦，apabila 它的这个什么，诶，浓度叫什么了啊？ Kepekatan, 哈， bahan, meningkat, kepekatan, 浓度增加，速度增加。再来，压力，什么是压力啊？一样，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粒红，一二三四五六，六粒蓝色。可是它的空间哦，本来这样大嘛，是不是？我跟它压缩到很小，空间变很小，是不是撞到快一点？空间变小一点啊，就是我把它哦，全部聚集在小小的，全部跟它压压压，是不是会更容易撞来撞去？所以啊，压力提高，它的速度就会提高。这个是用在什么呢？它有讲到了啊 ，gas 的情况下。你看我画的东西其实是 gas 来的，因为全部圆圆的，对吗？哈，空气的情况下，因为空气可以被压缩。OK, 再来啊，最后 size 是要非常小心。大家最多人错的是 size 这个啊，不是错了啊，就是一下子忘记掉。注意啊，大力反而是慢的，你懂这么吗？哈，大力代表哦方糖，你们年代是没有方糖，我知道。小力什么意思？小粒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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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小粒的糖，小粒啊，全部啊。但是哦，一样多，你注意啊，我们在比较的是一样多，一 gram 这个也是一 gram， 这样的话谁快？明白对不对？大粒的会慢啊，因为它外面的表面面积比较低，比较少。这个是每一粒小糖都有表面，每一粒小小的糖都有表面呢。所以小粒反而是快的哈 ，OK， 这一个你要小心啊，不要错啊，在这边 ，when the size decrease， size 变小，速度增加，所以这五个你要记起来，有五种实验是可以做的咯，基本上 ，OK，OK 啊，关于这一个，可能我给你 M 选了啊，其他的你可以做一做，因为还有五分钟这样 ，OK 啊，他是在做浓度可不可淡，对不对？所以我们写温度蒙卡吉格三可不可淡可不可淡，bahan tindak balas terhadap kadar tindak balas. Okay,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ncentrationof reactants on the rate of reaction. So, 基本上这里已经有操纵性变数跟反应性变数了。Hypothesis, 刚才我讲的课本的那一句。你用月月也是可以，所以你不一定要使用啦哈。比如说我们用月月 ,semakin tinggi 还是 semakin meningkat 咯，对吗？可不可淡呢？把它顶大把它，我们用月月啦，看到吗？不用死背的，只是要懂那概念罢了。Semakin tinggi, so kadar tindak balas 也是用高低的。Kadar tindak balas, 这样很简单，对不对？其实这个实验比较简单，我个人
会比较看好这种实验，他不会出到太难的实验了。通常啊，不敢讲啊 ，OK 啊，通常会出到这样的，就是很好写，你可以确定学生会不会这样的 reactants。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reactants, the higher the rate of reaction. OK， 这一课的实验。你先去看先 ，OK， 我们下一次回来再看。下一次回来我再跟你解释，他用什么实验来做啊？有几个实验这一课用到的，他用什么材料来做那个实验 ？OK 啊，你写到这里了的，你可以先 quit 先了。那个。变数你可以去 try， OK， 下堂课见，再见 everybody， boy boy。